哎，我是酱哥啊，今天又来玩我们的 GTA 啊，我们这次来改一下这台新车，应该出了一阵子吧，但因为很久没玩了，来改一下好了。在这里有一台塞勒斯特异变，50万，这辆车不像剑齿虎一样有完美的比例啊，anyway， 我们就把它买下来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台车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台车有什么特殊功能。塞勒斯特异变。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改完也要一笔钱哦，刹车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什么特别的。保险杆有什么啊 ？OK， 没差啊，10000块而已啊。爆改。OK， 这个引擎就一定要买了，增加很多格、啊。排气管呢？2个、3个，侧梳，方形的在旁边啊。水箱布罩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把前面这个拿掉。哇，这什么啊？刀片吗？这个经典。经典水箱护罩是多了那个颜色是吗？看起来是只有多颜色出来而已啊。哦，碳纤维引擎盖就是非常的厉害哦。外露式的。哦，看一下它的涂装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涂装的部分啊。涂装部分，这是多了一个条纹嘛，线条的部分啊，白色条纹，经典的白色条纹。反向是什么啊？双色调。哦，这是有75号。哎，我发现这次的涂装比较好看啊，比较有设计感。箭头汽油，爱快，全球。这个好了。这个好看，黄色。OK， 所以这是点缀的橘色。色好了。这是哪里？哦，这是椅背的颜色。防伪真机在哪边？中间啊，挡住了。车顶呢？加上涂装哦。
当然是要涂装车顶啊。这个老流板有什么特别的？没有，我觉得原厂的好看。这个好了。要炫掉吗？这不用炫掉了吧？哇，好低哦！这应该是要撞到吧？哦，酷，是加速器。这个涡轮其实就不太需要了。车窗有什么 ？OK， 所以它就是旁边看起来比较深哦。改好了，改好了，咱们离开竞技场吧。哇哦，起步好慢啊！哦，肌肉车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，嘿嘿，差点撞到。好啦，最近流行潜水哦，我们来实测一下能不能潜水。哇！马上就坏了啦，泡水车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到底谁发明的潜水功能？